今日之事你猜对了便可留下，若猜错了。圣驾回銮途中，汉王密入京师。停车！吁！殿下，殿下！嘘！喊什么呀？喊！喊！殿下正休息呢，你喊什么呀？我有要紧事禀报。嘘！要我说，你这个人脑子就是笨。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赶紧赶路。去去去去！何事啊？殿下。圣驾班师回朝，汉王已抢先入京迎驾，怕是来者不善。嗯，殿下，殿下，快马加鞭，急速赶回京城。枪！殿下，没事吧？大家帮忙推车。是。又怎么了？哎、再推！你怎么推呀？使劲！使劲！来，跟人一起推，赶紧的！怎么这么笨啊？赶紧推！是笨啊！来，殿下，醒了。殿下，不是奴婢说您，您怎么不着急呀、啊？急从何来啊？恕奴婢多嘴啊。这圣驾一回銮，东宫恐怕又要动辄得救，寝食难安了。父亲习惯了，平日里习惯也就罢了，但是这次汉王也回去了，不知道要多出多少是非来。父亲也会习惯的。殿下，太子还指望着殿下回去为他解困呢。你急啊？急，我打心眼里为主子急。不信您听，我这心啊，我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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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得特别快呢。我倒是有个法子，殿下您说。你转过去。哎，哎呦！与其在车上急，还不如下去推车来的正经。殿下，殿下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让开！殿下回马车上去吧。今日皇历上说，万事不宜，邮寄出行。果然。回城路上困难重重，阻碍重重。但我这个人呢，从小就有好运的。姚师傅当年说，我命有三奇，吉星相助。纵使遇到难事儿，也会开山劈水。那肯定的。不碍事。如今我就向老天借这个运，我说能脱身，就定能脱身。来，大家跟我再试一次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推啊！来，殿下我来推啊。一、二、三，继续走。你走。你们三人可知晓何为引砖之道？世人皆以诗文绘画为艺术，不错，一幅好画，一首好词，可流传千古。但我以为您以时为天，时之道乃天之道，技艺高超的袍人可化庸常为神奇。我入宫这是为了学习真正的引传之道，烹制亘古未见的盛宴，成为天下第一的名厨。哼，好大的口气。不可妄言，我是市井出身，只知饥荒之年一碗米汤便可救人一命，当今天子更是崇尚简朴体恤民生，所谓至善便是用最廉价的食材烹制出足以饱腹的美味，那些所谓的名传盛宴不过是奢靡浪费，徒增虚名罢了。你呢？是我不入宫，我爹便要逼我嫁人了，所以我有非入宫不可的理由。此三人一并逐出宫去。王思善，
他们三人烹饪技艺皆算出挑，为何未通过赴宴？殷子平，世间名专盛宴你都通晓了吗？即使没有，怎敢轻易出言诋毁？还有你苏月华，小小年纪恃才傲物，你懂什么是名专之道吗？更遑论天下第一。至于你姚子衿，心不正则义不成，恭敬森严之地，满口荒唐之言，全部逐出去。司山大人，我求求您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改过。司山大人，司山大人，我求求你饶了我。司山大人，我一定改过。司山大人，司山大人，我求求你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司山大人，我求求你原谅我。司山大人，我求求你。王司山，皆是可造之才，当真不可饶恕吗？送走。别碰我，我自己快走。放开我，我不走，我一定要留下。孟少时，您回来了。司然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司然大人。参见孟少时。圣驾回銮，刚接到谕旨，今夜宫中大宴群臣，城外犒赏三军，光禄寺、上善殿皆措手不及，即命上食局协力筹办。凡今日参与赴宴者暂且留差。孟上师，大家开始准备吧。这么多士兵都等着呢，我们要吃饭。少废话，快点，我们已经在座了。主上的人呢？军人，陛下怎么刺眼了？这都月上梢头了，是怎么还没放饭？是，就是我要吃饭，赶紧开饭。放饭，你们来是犒劳三军的，为什么还不放饭啊？像是兄弟们确实很辛苦，但是我们这个人太多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。哎，别飞走啊！司城大人，您可总算来了。现在我们自己带的锅，还有这军营里原有的锅，全都给用上了，实在不够啊，太少了。这圣上啊，已经下了圣谕，我们就得准备这千万人的晚宴，卑职实在是做不到啊。要不咱们再到后厨去看看，在库房。着什么急啊？我能不着急吗？这不还有上食局的人呢吗？孟尚石这么大能耐，想必手下也不会有平庸之辈。对对对，赵大人说的对。忙吧。哎，好。韩英，光禄寺厨艺三千，如何办不得宴席？再说军营若无充足炊具，往日行军如何造饭？他们分明就是故意与我们为难。这里要乱了，我们赶紧回宫去吧。现在回宫便是抗旨，是要掉脑袋的。哎呀，想当初光禄寺你担，上善见备善，上食局是善，哎，这才叫规矩。可是孟上食偏偏不守啊，如今我可就瞧你们的了啊。赵四成，光禄寺的厨艺也归我们管吗？好啊，我一共带了500厨艺，全归你调用，可现在有招吗？啊，我去借锅。往何处借？我总有我的办法，但是你们能再拖延半个时辰吗？哼，眼下这个光景，别说半个时辰，就连一刻都拖延不了。你不是想要逃跑吧？半个时辰之内你一定能回来。我能。
快，大家都来帮忙搓包儿饭。赵大人，您不是说他们准砸锅，然后再看咱们的能耐吗？看北征时的御膳食单，陛下龙体并无不妥，可这一路风尘仆仆，定是饥肠辘辘，为何一口不用呢？胡思善，事发突然，我初入宫不久，便斗胆谏言，请相信我一次。今日之事，你猜对了，便可留下；若猜错了，何处寻来这样大的锅？我跑遍了整个京师的干果铺。走走走，咱们接着忙去。走，好，快点。原来如此。下豆腐脑上淋有鸡油，吃时很嫩，便于消化。陛下，奴婢烹肉之时，特意用了丁香、官桂、豆蔻等中药漫煨而成，所以香味浓郁，酥烂可口，更可健脾开胃。上天庇佑，陛下终于进膳了。